就这是就没有什么反抗的。这样子包包腿啊？会减肥，肯定会。就楼下。我花两块钱肩膀那块儿，我就去了。没事啊，我反正也没事，说的挺着急的。我知道，就想和微信运动一八五零。你一起来吧。你一起来吧。哎，你来不来，陈满？那你待会儿再找我。我操，这还录着呢啊！没有啊，因为别人不让我录，我就有偏录。是一个很倔强的云，在这么黑的天里能录到什么？我靠，黄景瑜完全跟楼道融为了一体，特别黑。咱们以后可能每天早上都是4点开拍了啊，因为晚上就到8点，8点必须收工。哦，就是说早收工回来早睡觉，然后早起，知道吧？这卡的真准，8个小时，反正到8点就行。问题是我8点睡不着，我每天晚上赶紧买。那边有谁在洗衣服？买衣服，买洗衣服的。那我们没用。那就是洗衣服的，那干啥呀？你们要卫生巾吗？哦，你还回答？沐浴露，沐浴露 ，The Body， 这个是沐浴露。哎，你们沐浴露是？哎，臭不臭？正品吗？你咋真水撸呢？味儿我闻不出来。大家买什么？是沐浴露啊？肥皂、沐浴露，确定？我今天还跟你说买什么来着？抽纸了。什么味道的？什么味道的锅巴？鸡翅味。来，那你的锅肉，锅肉味的鸡巴，快去拿着结账。拿鸡巴买单去。你的鸡巴，一包鸡巴多少钱？这个不能播出，那、这个不太好吧？给我未成年看了。我这样喝肥皂，喝醉了。嗯。这个你不用吗？你继续拿那个玩具吧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确定没有？这个拿过烟吧。哎，纸抽，没有纸抽。我明天给你重新买。我要那个德宝。要你妈逼！德宝它不会掉那个。你给我滚蛋！掉白的血。拿一波中南海吧。你知道这个烟叫什么烟吗？现在每年进组都得抽这个。真的是吗？对对对。还有别人要买的不？没有。等一会儿，我有。没有吃完。方便面好吃吗？特别好吃。方便面吃完，你在身体里就要4天才能排便。哎，你怎么那么有事啊？真的，又不吃点饼干了，真的。你有那么多事儿？多少？62。哇，有钱人就是不一样，跟我们这种土鳖天差地别。这个就是有钱人，知道吗？他还单身，我可以介绍给你。